多謝天父，哈利路亞！好歡喜同大家一齊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。咁咧就神好多恩典啊，神嘅恩典夠我哋用，神係祝福我哋嘅。咁咧其實咧，我同你哋年齡都差唔多噶啦，都係有啲可能仲細過我添。我已經71噶啦，不過咧我仍然係好健康、好有力量，同埋咧聲音咧。我曾經電話同人傾偈，佢話你好似40-50歲咁樣，因為聲音都係好後生嘅聲音啊！多謝主啊！咁咧就我首先介紹下自己，少少介紹下自己啊！咁我咧就信主咧喺播道會嘅，咁咧其實咧就我嘅堂會咧就係靈泉堂啊！啱啱今日咧靈泉堂嗰個女傳道咧喺後面梁傳道咧就喺嗰度咧。就是當時就不是他的，當時是 李牧師的。咁咧就我信主之後，後來咧我就去外國讀神學。咁我就好強調係釋經神學啊！我兩個碩士學位都係釋經神學嘅。我所有嘅教義，無論係神學院教，無論係聽到人哋講，我都一定會審查，即係用成本聖經去研究啊！咁我以前咧用手抄嘅，嗰陣時未有電腦嘛。找那些經文呢是這樣抄抄抄抄抄出來，然後呢去搜查到底聖經講什麼。咁然後呢現在有電腦就快很多了，沉沉聲一找就找曬了。咁呢所以很多教導呢都是我是一定要是從神而來，就不是從人而來的。咁我就亦都即是我同神的關係呢，我是好喜歡神的，好喜歡神。咁尤其咧，係我1998年咧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咧，係將我完全嘅改變。我以前我都係好多時講到關於神嘅愛嘅，好多時都會即係我自己係好喜悅、好歡喜神嘅愛。我由萬物睇到神嘅愛啊，神創造我哋幾奇妙係咪？身體幾奇妙啊，萬物幾靚啊係咪？我成日去影雀仔嘅，咁啊影雀仔啦，睇到哇啲雀仔真係好靚啊，啲魚啊。咁咧就樣嘢都係非常奇妙，同埋有感情喎，係咪啊？有感情嘅人有感情，動物有感情。咁我亦都同神好有感情，因為神咁好啊，所以我係好中意神。咁咧我好中意神咧。咁當1998年嘅時候，有一個報道家嚟到香港咧，佢就同我按手祈禱。一按手嘅時候咧，嗱聖經有講按手祈禱嘅喎，有講按手祈禱，佢哋就經歷聖靈啊，即係有《使徒行傳》有不同地方講。除了《使徒行傳》，其他地方都有講的。好了，他在按的時候，我是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什麼經歷的。當時呢就即時好像電流入來，是即時很大的愛，感動到我不得了，我喊了很久。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神的愛是可以這樣經歷的。我說哇真是好了。其實我由初信主我都發過一件事，當我靈修的時候真是很平靜的，好舒服，同埋聖靈會感動知罪啊，跟從神啊，委身跟從神。我有初信冇幾耐，我已經願意即係話神啊，你願意嘅話，我會願意成為牧師去侍奉你嘅。我已經有呢個心啊，因為我覺得全世界咁多人都唔認識神，係需要耶穌嘅救恩。如果唔係，佢哋都要去地獄嘅。所以我的心係好熱切啊。咁我喺祈禱咧，我都發覺有平安嘅。咁但係嗰一次咧，係同平時係完全唔同嘅，係。好大嘅愛入嚟，咁我就話啊，原來可以同神嘅關係咁密切嘅，咁我就好多祈禱啦。咁我好多祈禱咧，後來咧，我甚至咧，我喺屋企我喺度呼叫耶穌啊，耶穌啊，哇！一講就即刻有能力流過喎，我哇乜咁好嘅而家，即刻有反應嘅，我又再叫耶穌啊，哇！即刻有能力，同埋咧後來仲有喜樂添，即刻開心。所以有時咧你要。發覺我都話耶穌啊，都會笑出嚟喎，但我亦都完全可以控制嘅，我完全唔笑都得嘅。我放鬆咧，嗰啲喜樂咧就會湧出嚟。咁而唔單止係我有喎，我帶領聚會咧，好多人都會經歷喜樂嘅。咁我啱啱去完幾日宣教翻嚟，好多人經歷好多神好大嘅愛，但係咧我最主要都係幫佢哋愛神、感激神、遵從神。全福音建立人的靈命，不是只是經歷。但是呢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我們跟神關係好，自然的生命會改變。首先就是跟神關係好，神其實很多美善的，是不是？很多美善，從自然界，從我們吃的東西，從我們創造的，神創造的身體，我們看到神的美善。而當我們
更加去親近神咧，越嚟越有平安喜樂。嗱，我亦都試過幫過好多人咧，有情緒病啊。你有冇識得人有情緒問題啊？情緒病啊，我幫過唔少咁嘅人啊。你喺網上咧揾葉牧師咧，你會見到我為啲人祈禱啦。佢哋有啲啊，同埋輔導佢啦，咁啊情緒病都好翻啦。同埋咧，神亦都有醫治嘅能力。嗱，我又唔會話擔保你一定得醫治，因為呢個係在乎神嘅。但係的而且確係聖經有講到醫治。咁而最緊要咧，就係我哋同神關係好啊。嗱，所以敬拜嘅時候咧，我希望大家咧唔好淨係唱歌，祈禱嗰時唔好淨係。神啊，我要啊，我要錢啊，我要生孫啊，哎、我個仔要結婚啊，快啲結婚生個孫啊，哎呀，咁咧讀書要叻嘅咁，即係有啲人祈禱咧，成日都係求啊求啊求啊。其實咧，聖經講你唔好用好多重複話，你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。但聖經講到咧，讚美神喺天上係永遠唔停嘅，讚美神就可以永遠唔停。但係祈求咧，神。你未求意先已經知道啦，咁所以我哋試下呢一陣咧，唔好諗嗰啲煩惱困難先，就係享受神。嗱，即係先咧啊，其實咧嚇、啊、介紹我就話激，其實我本身唔激㗎，你聽我講嘢咧係好柔和㗎，不過有啲人有。